新买的衣服？是啊。蛮好看的。真的吗？嗯、谢谢。我也觉得挺好看的。谢谢。嗯、哦。衣服真好看。你们俩关系现在这么好吧？嗯，那可不，我们一直都是好闺蜜呀。对呀、啊。住一块真是太好了，上不就是一个学校？就是啊。哎，咱们出门在外，相互间有个照应嘛。还是。看我一眼，我穿你这衣服好看吗？还可以嘛。还可以。那你把你衣服的链接发给我吗？可以啊。太好了。嗨。这两几周没见，都越来越像了呀。真的吗？有吗？没有吧。好朋友不都是越来越像的吗？就是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哎呀，今天太累了，我先回去洗洗睡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你那个黑色内搭比我的好看，把链接发给我吧。全都要吗？还有你那个黑色小皮鞋。都一样吗？不太好吧？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好吧。好的，回去吧，拜拜。哎，你们到了，我都分不清楚你俩谁是谁了。别说你了，连我都快认不清楚了。好朋友不应该这样吗？那时候你是你，我是我，那样多好啊。我们还和以前一样，好不好？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他可能有事儿吧。你能不能不要这样？我真的受够了！你看你是谁？对着镜子看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们不是好闺蜜吗？我们两个一样，就有什么不好的吗？我们穿着一样的衣服，一样的外套，一样的鞋，还有一样的头发和一样的帽子，这样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你这彻底疯了！我要离开这里。你已经彻底疯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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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离开这里。你已经彻底疯了。最近就你一个人了？我也很久没有看见他了呀。